9月22号去 Harrison Lake 去进行 Jeep Tour， 是八辆车，将近20人，现在是在苏瑞集合的时候，在那停车场拍的。去路中间休息的时候呢，看停车场上呢有一家人带着一条狗，狗好玩啊，照 3D 很过瘾，现在呢造成普通的，没有立体效果，但是呢能够体验一下。我总在期盼你的出现，我的心上人你在哪里，多希望你回到我身边，到今天我从来没改变对你的思念和爱恋，我依然等着你的归来，永远是我心里的最爱。我愿在雪域之巅呼唤回来吧。这还在停车场那个地方呢，八辆车二十多人居然还能认识我们原来是北京宣武区的人。那个小女孩的莲花池来的，八一厂的。五十几里我心中那朵花，行走在路上坑坑洼洼颠颠簸簸，我们紧跟领导的车走，那是陈吉普的车。我心的期待你能够明白我的真情，我永远等着你的归来，你是我心里最真的爱。我愿在雪域之巅呼唤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我的心上人，我的心上人。车子终于开到了 Harrison Lake， 这在湖边，我们的车陆陆续续从那个小路开到湖边来。我总在期盼你的出现，我的心上人你在哪里，多希望你回到我身边，到今天我从来没改变对你的思念和爱恋。停车场浩浩荡荡，这几辆车基本上都是以那个 Jeep Rubicon 为主，很多都是改装的，一辆一辆的照，很漂亮很帅。呼唤回来吧，我的心上人，草原上美丽的格桑花绽放在盛夏的世纪里，哦，世纪里我心中那朵花开呀开在那个地方。陈吉普还带来了模型车，在这个沙滩上给大家做表演，很好玩啊，跑在这个沙滩石头上蹦蹦跳跳的，很过瘾。我永远等着你的归来，你是我心里最真的爱，我愿在雪域之巅呼唤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我的心上人。查理一共带来两辆车，两个船，还有一个飞机，一会儿陆陆续续大家都会看得到的。这是其中第一辆小型车，然后剩下的那个绿色的就是他的大功率绿越野车，那也很疯狂啊，多大的石头都敢爬。
姑娘的脸庞，动人的嘴唇，美丽又可爱，迷人的眼睛，滋润了我的心田。我常面对你的照片，轻轻对你说，终于开饭了，有好吃的。伊琳娜太能干了，父爷娶了这么一个能干的老婆，天天有好吃的，大家都羡慕得直流口水。哦，对了，不是，是吃的馋的直流口水。幸福又甜蜜啊，我爱的漂亮的可爱的亲爱的姑娘，我在等待，默默又悄悄的。饭吃完了干什么？那就吃饱了撑的，现在就开始开车了。消食是给车消食还给人消食也不知道是谁了。不过富野这个车呢，改装的是最，是这八辆车里边最有名的，底盘最高，轮子最大，功率呢也应该是最强大。等待小月在开满格桑花的草原上相见，嘴唇美丽又可爱，迷人的眼睛滋润了我的心田。我常面对你的照片，轻轻对你说，对你说，我想你，我爱你，你的美丽让我日夜思念，我的爱在你的心里安了家，幸福又甜蜜。查理的船在海上乘风破浪，那天呢有点小风超皮，所以船走起来颠颠簸簸的，挺好玩。这船真是，还真是小螺旋桨的，很威风啊。请你看看我的眼睛，走进我的梦里，贴近我的心，我将为你。一个船不够，又添了一个小船，二船戏水，然后乐极生悲，顶翻了。相见。哈里森拯救队第一手抛绳子捞，第二手把大 truck 开到水里，然后坐在车头上往那儿捞。徒劳无功，黔驴技穷，只好脱了鞋下水去捞。这是最简单的方法，但是也最有效，一把捞起啊。云儿多情，阳光灿烂，天边的彩虹笑了，我是风追
八个小轮舰，这直升飞机终于出动。车里照，现在还要爬出车外，在路边照，这样呢更好看，照的角度更直接。不过呢，由于我们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，所以呢，陆陆续续只照了我们前后几辆车。角落，我听见飘渺的传说，是谁在飞扬自由的歌？风吹过漫天的寂寞，爱无根枯萎的花朵，我祈祷不变的承诺，是谁在安慰心中饥渴？越野越的差不多了，开始爬石头。这是在中途一个地点，几辆车开始比赛，谁的车往石头上爬得最快最好。我要向前飞，我是等爱的玫瑰，心中潜藏着待放的花蕊。如果你给我真实的祈祷不变的承诺，是谁在安慰心中饥渴？如果谁从来没有受过伤害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找到真爱。感情复杂难免
是更爱的玫瑰，心中潜藏着待放的花蕊。如果你给我真实的安慰，我愿为你展现我的美。曾经被风吹，我是受伤的玫瑰。就是我们的 slide show， 所有的 picture， 不过只是我照，就这么多东西了。我是一只温顺的绵羊，我要去西藏，我要去西藏，仰望雪域，月牙茫茫，风光旖旎，草色青青。处都是我心灵的牧场，我要去西藏，我要去西藏，仰望山寺，烈阳茫茫，习惯了孤独，黑夜也漫长，雪莲花盛开在我的心。